不好了，老常又被韩主任叫到办公室去了，估计和眼睛有关系。不应该啊！按理说，朱教官去世以后，已经很少人再提起这件事了。还有，这件事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。问题是，除了我们三个人知道，还有人知道了。谁呀？蔡德汉，他算一个，还有卫生队的柳恋。 他可是跟老常有利害关系的人呢，他们有什么利害关系？我听从昆明说，柳恋一直非常喜欢祝教官，他一口咬定祝教官的牺牲是老常的责任。哼，要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我看未必。什么意思？他要告发常尚群，当时就告发他，何必等到现在呢？这是其一。其二。 柳恋在最激动的时候都没有告发他，现在他都冷静了，就更不会告了。其三，现在全大队的人都知道我们七中队的情况，我估计没有人会在这么关键的时候落井下石。柳恋就更加不会了。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，什么？现在能出卖他的。 只有他自己，常荣军，你不是眼睛有病，你是脑子有病。你嫌我们领导太轻松了是不是？你非要给我们找点事儿，自己给自己写匿名信，啊？亏你想得出来。 您真是明察秋毫。没错，这封信是我自己写的。为什么这么做啊？因为我怕我改变主意。韩主任，您知道我这个人。 如果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反正我就用了这个办法。你这个办法是把难题交给我，你认为我已经完全掌握了你的情况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一直在找那条蛇，没找到。如果猜的不错的话。 那条毒蛇现在已经在您手里，所以你就做这么个决定？你不向组织上直接说明情况，是因为你觉得那么做对不起祝教官的良苦用心。韩主任，听我说完，七中队。 突然遇到了缩减指标的问题，把大家都推到了水深火热之中。你不愿意跟大家去争、去抢，可是不战而退呢？你不太甘心，你的心里隐隐约约的还有那么一点希望，所以你就让我来决定你的去留。你把你的烦恼、痛苦、矛盾，全都堆到我身上。 聪明啊！你这一招太厉害了，就这么一封信，就把自己从两难的境地中解脱出来，把我推进去，把烫手的热山药塞到我手里，自己听天由命去，啊？韩主任，您说的都对，我……你让我怎么办？我实话告诉你。 我是非常痛恨匿名信的。刚接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下定决心，我一定要查他个水落石出。要是让我找到这个写信的人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他的结局要比你糟糕100倍。我不是完人，我也不是圣人，我容忍不了这种卑鄙的行径。这种人，别说是做军人，他就是做个普通人，资格也成问题。
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人就是你。 实在想抽啊，你抽两口吧。算了，其实我心里一直有准备，能留下呢，当然好；留不下，用您的话说，大丈夫横野天下，纵有天下。你说现在竞争这么激烈，我一个半残废，还跟着添什么乱？ 我坚信，我长胜军是条汉子。无论走到哪儿，无论我干什么，我都不会给七荣队丢脸，也不会给韩主任你丢脸。别急着表态。我今天找你，不代表组织，顶多是一种个人间的交心吧。你跟谭文涛、凌云和他们不也经常交心吗？这你也知道。 这种小圈子行为我不赞成，不过呢，可以理解。我今天就想跟你说一句话：不要盲动。离毕业还有三四个月的时间，这中间会发生什么事儿，我们谁也无法预料。我希望你坚持。 不仅仅为你个人，韩主任，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歉疚了？医生说，祝静雅同志留下的药方没有那么神奇的特效，但多少管点用。我按照医嘱泡了点药酒，坚持喝，注意隐蔽啊。 母亲啊，这个事儿既然你早知道了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有烟吗？给我一根。你不是不抽烟的吗？
首长什么意思啊？首长没表态，让我们自己处理。依我看啊，首长不表态就是最好的表态了。你准备怎么办？他的成绩很好，进入33应该没问题。我想让他坚持到最后。这可不是你一贯的作风啊。这一年多时间，我越来越理解肖司令员为什么偏爱这些战士。跟他们在一起就像是刀在石头上磨，刀快了，石头也光滑。我在磨他们，他们也在磨我。可你要知道，色盲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当炮兵指挥员的，即便是成绩合格，体检也会被卡住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确实无能为力。原则上我帮不了他，但是从感情上，我非常希望他能脱离。姚大队，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老朱为什么上山抓蛇，因为他听说毒蛇的眼睛能治色盲。你是说长双群色盲的事情，他比我知道的早。朱教官对学员非常严格，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。可是从心眼里，他喜欢他们。王远华过马成都退学的时候，他跟我说好几天都没睡着觉。把他们从点名册上去掉的时候，他哭了。他说他不希望再出现黄永华和马成都这样的事情。他的愿望是让所有的学员都成为未来炮兵的优秀指挥员。他的这个愿望，我没有办法拒绝。看来，我也要做一回不讲原则的人了。听说你写了匿名信，事情已经暴露了，再瞒也没啥意思了。哎呀，早点坦白，早点解脱了。那韩主任什么意见？我们都已经走到现在这一步了，这么走了太冤枉了。现在是狼多肉少，少一个人就少一份压力。既然话说到这份上，那我们就听听大家的意见吧。各位战友，长双群同志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，现在形势也十分清楚，少一个长双群就少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，也就是说我们都多了一份进入33个大名单的机会。从另一方面来说，他和我们大家一起走到这一步，还剩下最后几步了，是否让他和我们一起继续走下去？今天就算是开一个七中队的全体党员大会，对这件事情
进行一次严肃、认真的表决。老兵，现在表决正式开始。同意长双群同志半途而废，马上离开的，请举手。好，不同意长双群同志离开的，请举手。应该说，这不是一次符合原则的表决，表决的也不是一件符合原则的事。但所有的学员都很认真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这是一份对战友的感情，更是一份对自己的信任。你先别忙着激动，你都看见了，我们大家这不是在同情你，也不是在可怜你，而是不怕你，我们有决心打败你。同志们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对。起立。坐下。今天这堂课啊，不是他们请我来的，是我自己主动争取来的。人退下来了，讲话的机会不多了，可这瘾头还在，不讲几句啊，憋着不好受啊。啊，这就跟抽烟一样，犯了烟瘾，哎，你就是逮着个烟头你也得嘬他两口。我今天啊，不算是领导讲话，就算是咱们学员之间共同交流。听说啊，七中队有些学员已经坚持不住啊，主动提出来要退学。好啊，啊，这听起来还有点啊高风亮节的意味儿。我们不反对退学，但是也绝不提倡退学。大家都是军人，军人就要注意培养自己的毅力，军人就要用军人的方式来标定我们命运的标尺。同志们呐，决战尚未开始，胜负未见分晓，自己先丧失了斗志，这绝对不是一个军人应有的姿态。不到长城非好汉，哎，你到了长城啊，不管是雄居一方还是败下阵来，问心无愧。如果你们最后真的就剩了33个人进行决战，那还有什么意思？如果那样的话，那我的意思还不如现在就解散，大家趁早回家抱孩子。司令员，报告首长，学员长双群正在为助教官扫墓，请指示。没指示。我也是来看看朱金亚同志的。首长，我抽吧。在你们毕业之前，这是最后一支。下不为例。为什么？你不是不吃饭可以，不抽烟不行吗？那是以前了。现在呢？我觉得做什么事儿都得有恒心，有毅力。首长您放心吧，我不会被烟打败的。行啊，咱们俩就再比试一次，看看谁能真正的先把烟戒了。首长，你还是那个长双裙啊，
我老头子没看错你啊。听说你回来了，我来看看你不行吗？你可别忘了，我们俩的关系可是在韩主任那儿挂了号的。你后悔了？来不及了。我听说你们最近为了进入33人的大名单特别累，你还有时间想这些谈情说爱的事儿啊？哎，你手上拿的什么东西？自己看吧。复员申请书？你要复员？不是说上面领导决定你再留一年的吗？再留一年还有什么意义啊？我又不是你们七中队的，还可以继续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走上领导的岗位。我现在基本属于鸡肋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与其赖在这儿给组织上增添负担，还不如主动提出复员，还落得个潇洒大方。你想好以后干什么吗？啊，这些你都想好了吗？我还没想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可不能从此音信全无，我们可是说好了的，要等我穿上四个兜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等你了？哎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。我告诉你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你的眼睛里可都告诉我了。哎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宁愿放弃我的崇高理想，跟你一块复原，怎么样？你别老瞎胡闹了。我听说你们现在特别紧，你可别因为这些事情，到时候再被打入另册了。你赶快回去吧，走吧。那我先回去了。说好了的，等我，一定等我。哎呀，老爷子临走前这番话呀，真是起了作用了。学员们的情绪基本上都是稳定了。我跟你一样，为那些个落马的战士感到惋惜。可是他们的命运，我们已经主宰不了。哎，我听说卫生队的丛坤明也递了复员申请。是啊，这正是我为难的地方。他已经两次丢了提干的名额了。你说他这次去北京去看贺部长，你怎么样也给贺部长谈谈自己的事啊，对不对？至少也弄个考学的名额回来啊。他倒好，傻乎乎的回来了。你说他是可气还是可爱？哎，是我。哦，宋主任。有什么指示？哦，好，好，明白了。可是我们把那个，喂，喂，麻烦了，麻烦了，不是？怎么了？哎呀，这次考学的名额呀，是上面戴着帽下来给丛坤明的，你说说，我们不知道啊。我已经通知了楚兰了。哎，你说这怎么弄啊？哟，楚大小姐，啊，我回来了。嚯，你瞧这科举制度多害人呐！把我们这沉鱼落雁、国色天香的楚大小姐都给折磨成啥样了？嗯，怎么了？生病了？啊？我没病。
我是轻松了，解放了，高兴了，再也不用受科举制度的害了。以后该轮到你去受害了。你说什么呢？啊？楚兰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要想人前显贵，就得背后受罪。你想不吃寒窗苦就做人上人，哪那么容易呀？嗯。楚兰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没事儿，我就是觉得可笑。什么意思呀？到底怎么了？如果连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，那恐怕就只有老天爷知道了。你站住！楚兰，你把话说清楚。我现在说还有用吗？来，小聪，请喝水。谢谢首长。坐坐坐。教导大队的战士考学名额是戴着帽下来的，这次指定到你的名下。小聪啊，这可是个好事啊，许多人盼还盼不来呢。在所有的战士中啊，你在动摇期待的时间最长，做的贡献呢也是最大，这也是应该的嘛。来，喝水。来来来，别说还有那么大的贡献，就算是论资排辈儿，也该轮到你了。小聪啊，你到北京去看贺部长，怎么也不说一声啊？啊，我刚入伍的时候就是在贺司令员的领导之下，就是带句慰问的话也好啊。啊，班长，你这是去哪儿？到县城顺路吗？顺路，请上车吧。谢谢啊。丛班长，听说您最近要当干部了，这事儿你也知道了。这老天还算有眼，终于给了你一个机会，不容易，真不容易。七年，当了七年的大头兵，一般人真的熬不过来啊。林和，你别拦着我，没你的事儿。我告诉你啊。你不能去找宋公明，这事儿不是咱学员能管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打算管他，我就是问问他到底害不害臊。别说楚兰跟他一个屋檐下那么多年的好朋友，就是他的仇人，他也不能做出这么可耻的事情。林恒，这个事儿你到底搞清楚没有啊？还要多清楚？本来是人家楚兰的考学名额，他宋公明去了趟北京，就成了他的了。还装模作样的跟我说，我想好了，我要复原了。老谭，楚兰对你不错，你们俩也有一定的感情，这事儿你不能出马，交给我凌云河，我非得治治他这种朝里有人好做官的臭毛病。哎，凌河，楚兰，丛昆明呢？他不在，今天休息。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腿长他身上，他去哪儿了？我怎么知道？楚兰，我希望你能够相信丛昆明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，肯定有什么误会。你们是这么多年的朋友，比亲姐妹还要亲，他没理由害你，肯定有办法解决的。你不用上课吗？
不用训练吗？你请假了吗？韩主任批准了吗？我，楚兰，你听我说，我想不需要同情和怜悯。其实这样很好。总昆明军龄比我长，贡献比我大，让他参加考学，真的很合理。这不是合理不合理的问题，如果真是他做的话，那就太卑鄙了。你回去吧。我，你等等。给唐文涛，就说我用不着了。哎，楚兰，楚兰，喂，是夏主任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是丛昆明。我刚才给仙豹哥家里打电话，家里没人接，所以不好意思，我想麻烦您一下，有些事情我想问问您。我也是刚知道的，贺仙豹说他爸爸给那个首长打过招呼了，那个首长听了你的情况，非常同情你。我知道这个事情不大合适，但事情已经这样了。丛班长，喂。喂，小丛，你怎么了？梅梅姐，我现在在县城给你打电话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我请你一定转告仙豹哥，请他取消那位首长对我的帮助。你也知道，大队唯一的指标早就落实给了楚兰，现在突然被我顶了，他心里会是个什么滋味？别人又会怎么看我？我是一个大头兵，我知道体干指标对一个士兵意味着什么，我也知道仙豹哥他们是为我好，我会把这份情记在心里，但是我都想好了，这个学我是不会去上的，所以我请你一定转告他们，请你帮我一下，谢谢。我也没说什么呀，他走的时候还高高兴兴的，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。楚兰，你说他回过宿舍是吗？是，他回来过。都说了什么？没说什么。真的没说什么？大队长，现在是丛昆明不见了，你干嘛对我们没完没了的？没错，他是占了我的指标。但我也不至于因为这个就把他怎么样了吧？我是和他提考学的事了，我也确实很生气，但我没怎么样，你相信我行吗？你冷静点。我已经很冷静了。如果您能够设身处地的为我想一想，您就会发现我的冷静已经超过了我的限度。他不是要考学吗？好，我不和他争，我不和他抢。我自甘认命，我主动退出，您还要我怎么样？楚兰，你怎么和领导说话呢？对不起，楚兰，反正我也是个快复原的人，说句话的权利总该有吧。丛昆明确实比我强，他有一个好爸爸，还有一个好伯伯，这个机会应该是他。我愿意复原，明天我就把申请复原的报告交给您。现在不是谈复原不复原的问题，现在关键是丛昆明在哪儿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哎，怎么样？还没找到。你别太着急了，你再想想，他还有可能去什么地方。还能去哪儿啊？该找的都已经找过了。哎呀，他呀，过去从来没遇过这样的情况。过去呀，都是别人占他的指标，这次好了，他占别人的指标。那对，如果他去北京，真的是为了指标，那他对这件事情就应该有思想准备，对吧？可是现在他突然失踪了，就说明这件事对他来讲很突然，他根本就没有准备。那这里面又有两种情况。第一，
他没想到他争取回来的指标是他占有的。第二，他根本就没有去争取什么指标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是说他去打长途了？北京长途。有可能。可是大队里能打长途的地方不多呀。去县城了。姚大队，韩主任，苏克明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我今天休息，所以我去县城办了点事儿。你也是个老兵了，休息外出需要请假，难道忘了吗？对不起，我忘了。站住！上车。是。报告。进来。韩主任，这是我的检讨。交给你队长。是队长让我交给您的。放那吧。是。你可以走了。韩主任。我正忙着呢。是。喂，宋主任吧？哎，我是。哎，我求您的事儿怎么样了？为什么不行啊？我跟您说啊，这两个女兵可是东幺七的功臣，军龄都已经六年以上了。您想想，一个女孩子。他这一辈子能有几个六年呢？他们可是把最好的年纪都给部队了。我不要求别的，再给一个名额，一个就行啊！让他们凭本事去考，谁考上算谁的。我说您还有点同情心没有啊？什么原则？原则也不是绝对的嘛。我变了，你到基层待几天，你也会变的。王上去。韩主任，怎么又是你的岗啊？张孤生不是也连占了好几班岗吗？你跟他们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人家也是到这儿来学习的，也不是专门来为我们服务的，是吧？您放心吧，占几班岗没问题，我能挺得住。我听说。你没事儿老往食堂跑，还给人家提了一个自个儿种菜、自给自足的建议。在独立师的时候，我就喜欢没事儿种点菜，就算一种爱好吧。哎，你不会是已经选择放弃了吧？不会，我怎么能放弃呢？我常双群从来不放弃生活。生活就是想放弃我，还得看我答不答应呢。放心吧，韩主任。宋班长。复员不是一个小事儿，你考虑好了？这事儿我根本用不着考虑，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过。这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。这对楚兰来说也是最后一次机会。
说实话，我一点不觉得贺部长这件事情做得过分。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，这次机会都应该是你的。机会还可以再争取。你真不打算收回？丛班长，你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军人，我非常的敬佩你。又是一场雨后，脚下或许是泥泞的路，抬眼间朦胧，像在另一个高处，骄傲却在那里等候。追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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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转身之间是生命的厚度，是生命的厚度。又是一场雨后，眼望着天边彩虹出露，走过人生不长的路，心中的梦想让我们一起守护。又是一场雨后，手心的执着渐渐巩固，军旗下血液被激情涌入，筋骨被信念浇筑，扬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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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命运的角度，生命的角度。又是一场雨后，眼望着天边彩虹出路，走过人生不平常的路，心中的梦想让我们守护。